人生之中谁才最重要，能让我们把它舍弃掉。父母给了我生命恩情一点高，爱人陪我一起活到老，孩子就是我们自己心头肉，谁能狠心向自己开刀？舍弃谁好，友情一生不可少，哪个最重要，哪又不重要，哪个都难舍掉。人生总有一些重要人，他们陪伴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变得成熟，生活更幸福，每份情感都无法割舍。那些生命难以忘怀的人们，就像身体血肉相连，左手右手，你能舍弃哪一个？人生的路上